1535晚新闻，我是林静，马上来关心强台山屯速度非常缓慢，影响时间势必拉长，来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预估今天逐渐向北移动，之后向东北，明天会在南部登陆，之后直接侵袭影响我们。我们从最新资料看到，台风中心其实在过去整个台风运动都很缓慢，目前中心在11点的时候来到鄂伦比南南西方大概23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是会以比较慢的速度往北再转东北的方向往我们南部陆地前进。那目前的海上陆上警报的区域依旧，海上警报区域是台湾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以南的地区、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澎湖。至于未来的路径，我们是预估它开始逐渐北转咯，然后但是逐渐北转，像我们刚提的速度很慢，北转以后往东北，在明天登陆南部之后慢慢到后天离开。而这一段运动中，由于它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表示影响它的因素是很复杂，而我们也持续在观察台风它实际的运动，包括它移动的速度、向北转甚至向东北转的角度的变化，还有什么时间真的会出现这样运动，会影响到它譬如说十级风的强度，甚至台风中心很完整会带强风豪雨的台风中心的结构，什么时候影响我们，甚至影响到它登陆的时间以及地点，这部分我们会持续的观察。而在天气方面，我们首先知道海面上风浪已经很强劲了，我们一直要提醒大家，那今天要提醒今天明天两天在台风中心通过的地方会有8米到10米的浪高，也就是预估在西南部海面以及恒春半岛海面，甚至未来它影响这些它会维持时间比较久啊，这些海面都会有8到10米左右的浪高，至于其他各海面也有5米以上的浪高。至于在我们也观察到长浪的现象，而且长浪现象是各海域都有，尤其已经有巨浪情形，就是浪高有到达7到8米的巨浪现象。这长浪巨浪情形出现在小琉球、鹅銮鼻以及东沙岛海面，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各沿海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依旧有长浪情形。这种状况提醒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海面上不只是浪增大，风也增强，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风力更为的强劲，在明天的时候台湾附近海面尤其台湾海峡南部、东南部海面会有平均风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的风浪，尤其在台风中心，台风中心可能会平均风是16级，阵风17级以上，而且台风中心未来在登陆的时候，它这比较这很强的致灾性强阵风的结构会接近南部陆地北上，这样子进入到陆地是令人担心的，容易致灾，这部分请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至于陆上的影响，目前因为台风移动的慢，所以目前强风区域还是出现在兰屿的12级风，然后台东成功10级风，恒春、桃园的新屋有9级的强阵风，澎湖、金门、马祖还有新北市花莲有8级的强阵风。就我们的预测来说，今天下午到晚上，我们来回到第一段，今天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的风力大致是这样，不过可以看到连江以及澎湖的强阵风稍微增强到9到10级。今天晚上到深夜，金门也会增强到这样的风力，而且连台东以及屏东也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阵风。至于兰屿还有恒春依旧维持11到12级的强阵风。明天清晨开始，其实各地的风力都起风了，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连台东、高雄和台南也有强阵风会增强到9到10级。提醒大家，我们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今天在绿岛、兰屿、恒春靠近台风的地方会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另外在台东、屏东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还有宜兰、花莲的沿海、高雄以北的沿海也有8到9级的强阵风。但是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这种风力就会越来越强劲，提醒要多留意。再来我们看一看台风它造成的降雨状况，我们从雷达图上可以看到台风中心
台风中心周围一波波的外围环流，甚至它本身的环流会带来降雨，其中暖色系的这种回波入一到我们上空，就会带来瞬间的短延时强降雨，有时候时雨量是5-60毫米或是更多。随着台风逐渐的缓慢向北移动，这样子强回波也会逐渐的向我们上空。就以今天来说，其实昨天下雨的地方今天还是持续下，至于中北部地区可能就是有些云，有些云雨它越过中央山脉向西，会造成零星降雨的状况。所以就今天来看，提醒大家，今天降雨的地方是今天白天到晚上，这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这是明天早上到明天晚上，今天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花东地区降雨持续，而且下雨的时间越晚会越为增长，降雨会越来越明显。至于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开始有一些降雨的现象，但是也要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南部地区的雨就会越来越大。北部地区在明天白天也会开始断续下雨。那就以今天来说，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大家，今天在台北山区、新北市、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台南、高雄、屏东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尤其是花东地区、高屏山区会有局部性的豪雨。这在其中，台东的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至于这样的降雨，在明天我们说台风更为的靠近，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会开始明显起来。而且要提醒大家，南部地区除了刚刚我们提台风中心靠近可能会有致灾性的强阵风以外，它的降雨也很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它的降雨在明天甚至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会下很多的雨，这部分请留意。那北部地区也开始断续的下雨，这明天各地尤其东半部啊南部的降雨会依旧是相当的显著。星期四下半天也是要看台风脱离的状况，台风在我们路上当然它强度会稍微减弱，那逐渐的向北移动，但是我们预估要在下半天以后可能，对不起，我把图弄回来触控到。好，在下半天以后，在中南部和东南部的雨才会缓和，但是北部依旧是迎风面，尤其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豪雨。另外提醒大家，在今天我们这种天气形态，只要台风是在南边移动，在东半部还有南端陆地明显降雨的时候，通常中北部的天气就没有那么差，甚至有些地方看到阳光高温会出现。我们预估今天在新竹、苗栗、台中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我们发布了高温资讯，提醒在这边朋友要小心一些些。而至于在星期四的时候，台风逐渐向北上，北方的东北季风南下，这波东北季风从星期四南下，星期五影响到星期六才会减弱。在星期四南下到星期五这段时间，北部、东北部和马祖的高温降得比较明显，会降到25-26度左右。至于低温部分，中部以北、东北部、马祖的低温大约在20-21度，其他各地低温也稍微下降，大约是22-23度左右。但这低温的比较凉的状况，在星期六到星期天就慢慢的减缓了。最后依旧提醒大家，强烈台风山陀儿正往我们这边靠近，那在它今天逐渐接近，明天登陆的情况之下，花东地区、南部地区影响相当显著，尤其台风中心有可能会在南部登陆。那在南部地区，不论是强风豪雨的状况，甚至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有致灾性的强阵风以及短延时的强降雨可能会在南部地区出现，所以这边要更特别留意。另外我还是在提台风中心影响的南部地区，因为随着潮水的上升，明天开始也可能会有今天到明天都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状况，这种情形也请多留意。另外就回到原来提醒，海面上风力强劲，沿海有强阵风和长浪，大家最好不要从事海面上作业或活动，还有行经宜花东的地区还有南部山区也要特别留意安全。台风移动缓慢，它的路径变化只要稍微有一些些角度上变化或速度上的变化，就影响到它对我们比较细致的对中南部，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风和雨的预报。那这部分会随着台风移动状况还有我们所参考的所有台风指引资料，我们会来做判断，也提醒大家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预报。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台风的暴风圈侵袭台东跟恒春半岛台九线的大武乡路段，目前出现了小林牛。最新的画面，赶快请林炫君告诉大家。炫君，
好，除了观众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东县的大武乡大鸟村外面的台九线路段哦。那可以看到呢，其实旁边的路树呢，其实土石已经整个倾泻而下，而泥流是整个顺着山坡呢，这样子也不断的往下滑，顺着水沟这样子往下冲哦。那这里呢是台九线南下要往屏东的方向，因为今天山陀儿台风的暴风圈已经接触到了南部的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一带哦，导致现在南台东大武乡这边是下起大雨的。那导致呢，其实山上的土石流是有一个松动的状况呢，把这个南下的道路给覆盖哦。也因此呢，目前公路总局跟警方呢是过来把这边放起三角锥封锁这一部段的，也导致台九线南下到大鸟村这个路段呢是部分路段是封锁，只能走北上单线双向来通行哦。那其实呢，我们刚刚在来这个大鸟村到大武的路上呢，其实是一路都是狂风暴雨的状况，能见度相当的差，也提醒民众呢，那个越晚的话风雨会越强，开车上路一定要开大灯跟开雨刷，以免发生相关的车祸意外，也要注意山边的土石流一个状况哦。那以上也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直播。